啊，真太好了。那我觉得现场有很多很多喜欢看的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就快一点多了，大家已经在这么难得的时刻，有很多外地的朋友，你有什么想对这个粉丝朋友们说的话？请吃饭呢。其实，以往的每一年都是祝阿拉斯越来越好，然后今年就是想说一些换一种祝福吧，就比如说我知道大家就是工作都很忙碌，然后生活都很忙碌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偶尔放个假，就是给自己片刻的休息，在自己休息不用工作的时候呢，可以跟家人一起也好，自己也好，到处走走，感受一下大自然，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济南，可以去看看柳树啊，去看看，我就在这啊。然后，比如说我们走走，吹吹海风啊，然后再回到工作，就更加充实。希望你们一定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精神，对，多亲近一下大自然，对。啊，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周六，是的，这本身是一个休息日，但是大家一听学校老师来了，但还是不拥而出万人空巷。其实我知道，您现在在这个青岛拍戏，然后有去过青岛的金沙滩，是吧？啊，对的，对的。啊，然后希望您来济南之后，可以逛我们济南的趵突泉、大明湖。对，这个我是已经列入到我的行程里了。那我肯定得偷偷的去。对。是，我可以偷偷告诉你，然后夜游大明湖可以坐船，坐船就有机会遇到那个梦中的夏雨荷。夜游大明湖坐船，期待我们能够在济南留下更多的足迹，在艾尔博士留下更多足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想请我们的艾尔博士的品牌方李领导，请各位领导落座休息。这个呢还没有彻底结束，因为凯凯说他特别想在这儿留下一个照片的印记，他自己要在上面的部分打下自己的照片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有一张我们通过这个崔凯老师他们其实最大的因为太宠粉，今天我们特别荣幸，我知道我朋友也给我偷拍了一张照片。